好长时间没有更新教你一招系列了，因为最近在弄了一家淘宝店，很忙，没时间弄。我们这家店铺呢，名字叫我一个文化店，本店出售多种类商品，类型为大家展示出一个全方位的综合性购物平台，本店喊出了只有想不到，没有买不到的口号，奉行只要用不坏，我们就能卖的宗旨，打出拒绝黄赌毒、合法赚利润的招牌。有需求的人们可以去淘宝搜索"外国文化店"。哎，怎么突然间打起广告了呢？好奇怪呀！现在我们店铺上架了一个服务，就是帮你提升照片的像素。你照片如果说不清晰，可以发给我们，我们可以把它弄得更清晰一点。今天呢，在看视频的人们有福了，我将给大家说一下照片的清晰度是怎么提升的，把方法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这个软件呢也将会免费分享给大家。也许有的人觉得好奇了，是吧？你就做这个了，你把这个再分享给人家，那你不是断自己的财路吗？当然不是了，因为我认为你们就算看着小屏看一遍，方法什么都给你说了，软件也给你了，你也不见得能做出来。要不我们来试试呗？好，先给大家看一下哈。现在这有个视频，自由飞翔是我从网上下的，清晰度非常垃圾。我们现在先打开看一下，从里面随便截张图，然后呢，我们来进行来修一下，大家来看一下。好，看一下啊。要，我扩音一下，不过从头里看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暂停一下。哎，一路的方向照耀。哎，这个因为是照耀我心上呀，怎么写个照亮我心上的？这节目都能这种错误都犯，扣工资哈，要还是央视的开会第一课。然后我们现在点一下这个截图，来截一下哈。接下来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截出来了。我们现在把这个图片呢，直接拖到这个软件里，PS。以后这软件会免费发给大家的，大家去下载就可以了。这软件是正版的哈，不用你再花钱了，直接下载直接用就行了。现在我们打开了之后，我们右键这个地方这个背景点一下复制图层，点下确定。然后呢，我们点击上面有一个图像。图像下面有一个调整，点一下，下面有一个趋势，再点一下，它就变成黑白的了。然后再点上面有一个滤镜，点一下，下面有一个其他，点下其他之后有一个高反差保留，点一下，点完之后呢，你可以调整这个半径的这个像素，现在默认的是5，你可以改，你还调成10呀，或者是3之类的都可以，你随便调。它默认是5，我们就不动了，我们就直接用5，让我们点一下确定，然后我们再双击这个刚才复制这个图层，双击一下，然后在混合模式上点一个叠加，确定。你可以看到这个，你可以给刚才对比一下效果，我们先保存一下看一下，我们先保存一下，点一下这个，导出位。然后呢，点一下全部导出，然后呢，我们取一个名，什么名都是，我们点一个叫简单修图，简单修图啊，保存，然后这个过了，对话，然后这个是刚才我们那个截图，我们为了方便比较难，把它取个名，我们取个叫截图，这样。一个截图，一个简单修图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截图是这样，简单修图呢是这样，不是很明显，亮了一点。所以呢，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你就算学会了，你也修不出来，因为很麻烦的。你要是想效果好呢，你多弄很多遍 N 遍。但是呢，其实用不着这么麻烦。如果你有想修的图呢，你可以发给我们，我们来给你修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给你修一个，你看一下。看一下效果，把这个简单修图弄进来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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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3、2、1，走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修完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对比一下，开一个来看哈，这个是截图，一开始那个图，这是用软件简单修的那一个，然后呢，来看一下我们修的，这是精细修的，不过这个清晰度呢，它并不是固定的，比如说500，你之后你可以提升到1000，1000你可以提升到2000，2000你可以提升到4000，4000你可以到8000等等。理论上来说，像素越高，这个清晰度就越高。如果你要是想自己修的话，
你就关注我们 VX 社团微信公众号“小小全拼”的“山东虎豹营”，发送本期的暗语“照耀我心上”，记住哈，是“照耀我心上”，不要犯那个央视小编那样的错误，打上“照亮”，照亮不对的。如果你不想学的话，你可以发给我们，我们可以给你学，可以直接关注我们 VX 社团微信公众号，然后发送本期的暗语“辽源的边疆”。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发修图，如果说是新用户来修图，我们不但不要钱，而且还会再给你2块钱，因为我们这个返现活动是只针对新用户的。如果说你是老用户，也就是说你不是第一次来修了，这样的情况下呢，我们也可以免费也可以收费。我们免费呢是3天之内给你修好，因为很费时的，我们不可能那么多时间给你修，抽时间给你修呗，3天的时间给你修好。如果你要很急用，这时候呢是要收费的。不过呢，对于粉丝，我们是有很大的优惠的。我们在淘宝店是15块钱一次，粉丝呢，我们给优惠8块，2块钱就可以修。我们这个店铺的服务呢，除了可以修图之外，还可以一键给黑白照片上颜色。而上色的这个教程呢，我们之前就做过，你如果有感兴趣的，你有没看过，你可以返回头来看看。如果你说你找不到的话，你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公众号之后，直接发送"暗语"2个字。好，我们本期就讲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。